他鬼的屋，什么东西？有什么好说的？曲哥，我很羡慕你有四个女儿。是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有什么求子的秘方可以跟我说？说实在的，我们有四个女儿，并不是说什么去求神拜佛啊，或者是去问什么偏方啊，才有四个女儿的。我觉得就是，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呢，还有在平常呢，就是夫妻之间保持良好的这个互动跟关系啊，然后心情愉悦啊，有人在，我觉得就比较容易受孕啊。其实你说啊，曲哥好厉害，曲哥好厉害，对啊，能够生四个女儿，对，好厉害。其实我觉得厉害的不是我，而是Vicky， 就是很容易就怀孕了啊，对，而且你越想要的时候反而越没有，所以你们都不想要。对，是我点头如捣蒜啊。应该是这么说，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想过会生这么多，快乐心情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彼此双方都很放松，所以你两 enjoy， 所以你们两个常常都是因为喝醉酒。哦，也不是，喝醉酒生出来的孩子会乖乖。比方说，就是你那时候生三个小孩都很顺利嘛？对啊。很顺利啊，因为我老婆年轻啊。你现在这种年纪，她不顺利啊。我老婆，她生第一胎的时候是几岁？她二十六岁。我三十岁结婚嘛，她二十六岁嘛，隔年她就怀孕了。那你觉得你有听过什么真的有用的？我听过他们有常在云林在哪里有一个专门，好像就是治不孕症的医生吗？就是中医吧。对啊。你应该有，我有很多，我有一本，有一本，已经收集一本了，偏方的，我有一本呢，好烦哦、喔。啊，真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现在我觉得年代不一样，现在真的超多人跟我一样，不是那很简单啦、啊。那其实来讲，你就做人工受精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何必那么那个？只是你比较辛苦啊，你要打排卵针。对啊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打排卵针。身体会胖，然后会对有些人会有不舒服，会有反应，会有身体上不舒服的反应。对，而且你还可以，他还可以帮你筛选他的精子健不健康。我懂，就是你反而觉得这样子最不用去烦恼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现在如果是高龄产妇，其实我现在怀孕，其实我也会很紧张，是你讲的，怕你到时候质量对质量不够好，因为我的年纪不像。不像嫂子那时候二十六岁。所以其实来讲哦，为什么这样？像我们的父母二十六岁的时候。怎么样？我们在主持自尊呢。欢迎收看《自尊管家》了，好听啊！哎呀，那时候早知道，就让你怀孕了。我是说流量准了，但是还不认识啊，就缘分就是这样。哦、我生十一岁才认识他。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因缘际会都不一样。对不对？每个人际遇本来就是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会碰到流量种，谁会想到？是不是？我记得那时候、啊、那个《一周刊》爆出来的时候，你跟宝妈两个人吃了八斤，不是吃一斤，我吃八斤。那我们真的很好，真的。那就好啊。对啊。不，开心最重要。我觉得很难哦。你看男女在一起哦，你说有摩擦，一定有，有那个一定会有。但是我看你这一路过来，哇塞，我真的，哎、嗨，宪哥，好久不见呀！哎，我的象棋快挂掉了啦！我现在要问你问题，你还在用象棋？拜托，我的是象，这个象棋重要。你看我的，这个孩子还在下象棋，我的，啊，我都病了，我都病了，我到底怎么挂了啦？两步啊！宪哥，我想问你哦，我觉得你
有四个小孩，我非常的羡慕。请问你的身子配薄吗？配薄啊？对。你怎么样？你那时候为什么可以啵啵啵啵就四个就这样生出来？生第一个肯定是不小心嘛。谁的？哦，是吗？外面那个嘛。生两个就是计划嘛。生第三个、第四个，这还用说吗？我觉得主耶稣对我是最疼爱的。我比较喜欢女儿，你看生一个像小乔这样的女儿多好。我比较喜欢女儿，然后呢，他就给我三个女儿。哇，你真的好。对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就去都去医院检查，医院都说没问题。他有一天我遇到戴如姐，她也问我同样的问题，我就说没问题，她就说没问题。就是有问题，奇怪了。他说十对有八对去检查，都医生都是说没问题，但是就生不出来啊。哦，那也没有啥的。然后，所以我觉得是缘分，但是你心想事成，你现在心里面想的就是说我要这个孩子，请你赶快来吧，每天祷告，好，来吧，我要你。好，然后对不对？那生出来要像你哦。哎、欸，人家都说生女儿要像爸爸才会好看、啊，好命啊，会好命，据说是这样。啊、生儿子像妈妈了。赵小超，谢谢你。赵小超，谢谢你。赵小超。